好，老师继续啊。唐太宗有两个得力的大臣。唐太宗，哎，你不眼睛麻的，你阿姑呀的，没进那巴西的，一个是房玄龄，一个是杜如晦。哎，那要不呢？唐朝开国不久，唐朝啊，不呢？第三点提的杜昌，三点杜昌比如对么家庭干了嘛的啊？那个。Hello，三点出场比如对嘛家的干啦嘛的啊，许多规章典法都是由他们二人商量，什么什么的，许多的都咩咩不呢？规章里规章典法就是西面西间里公路啊的，都由他们二人都那要干你的商量说孙女比如的什么什么的，好制定的。制作的、制造的、固定的，好，答案是什么？啊，所以你挖了不呢？你生命时间你过了说几岁的，所以不漏洞嘛嘞？固定的了，固定，所以老师说没露馅来啊，哦，漏固定，stable 片段漏到表的固定，生命时间的几岁了？所以应该是制定。判定一岁了哩，就是生命时间里有判定一岁的，你表嘛制定的。当唐太宗和房玄龄研究国事时，国事不能言一能言的，张亚里不能理你了，都等你的看嘛。房玄龄总是能够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具体的解决办法。你第二个不能能够提出表家奶奶的担保系的，你奶奶。啊，对这楼上那样没，楼上也没楼安牛，楼上也没你那牛多啊的，表表的的，并将意见对外公布，但他往往做不了决定。杜如晦总是提反对意见，唐太宗不信任他们两个，不知道最终。该用哪种办法解决问题？不知道我们地，那宋家肉来的不如你那里呢？别在那偏心啊，没说老多，我们地吧无的。好，50。50选什么？你房玄龄啊，你那没的提出的标价的不能担保机的，你呢啊就是一样个担保机嘛的，你呢，比如啊，对这楼上也没，你那有标价的，好，比如在哪里嘛，白天嘛嘞，那送家了嘞，陪你两个东，比如偏西啊，没出来咯，没地方捂嘞。但他做不了决定。对的，但他做不了决定。等于没读个啊嘞，送票钱都差那么样吧，不如嘞。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的路线里面那军队的卡来嘛，唐太宗就会把杜如晦请来啊。唐太宗啊，把那杜如晦国配家来的。等杜如晦来了，杜如晦拉秘书叫嘛，对问题稍加分析之后的，要到哪里有不呢？那那里都 analysis 都比多的看嘛，国家 CPR 比多的看嘛，会果断的采用房玄龄提出的意见和办法的，果断的撇撇哒哒呗，不呢？进度嘛的，你房玄龄表的，你来你过。进东马的，楼上马的，好，什么什么会，随手会，通常会，未必会，逐渐会。好的，答案是什么？主战啊！逐渐这个 PB 呢啦，逐渐会，比如这 PB 呢，别别哒哒，通常，应该是通常，对的，不满所以二六六八呢。好，明白了没？不应该爱反选零呢。罗罗姆嘞，当一比啊，就孙女嘞，孙女比嘞，看见哎，房玄龄啊，你嘛，你嘞，你有表表嘞，不不不，老点嘞，不哎，八岁不老不，都表表看见，哎，没都嘛，八高嘞，八百你嘞，我有钱啊，没说送片，送片路，都嘛送片来，哎，假如哎，八荣，那说哎嘛，几条线，你都如会有考嘞，看比较看见哎，都如会啊，对家里帮那谁家比较看见，喏，都啊，表表达达嘞，八有钱啊，没说不满所以都啊，有钱比较娃嘞。他们二人都是那乌嘎的，一个善于计谋，
善于出计谋，第二个今年里头的你嘛多嘞，一个善于做决断，第二个松撇切，喏，松撇切恰的你嘛多嘞，所以人们用凡谋杜断来形容他们，凡啊谋没杜个断没说的哈呢，都点啥家的，意思是杜也代表吧来说，他们各具专长，都嘛都也多嘞哈的系列，那都也不用嘞，初中呢恰的系列，各有又各有弟弟嘛，阿拉来心里弟弟的啊。超市啊、那个趋势措施，那个性质特色，好，应该选择哪一个？52。特色。特色，对的，涂家家戏吧的的。也比喻互相配合，变恩来。配合不那不帮上月的取长补短就是阿达家的不那这五月阿达家的这五月比较这五月阿达家的这五个撇子的所谓的对的对了好可以那我们继续往后那我再多呀在今天看来你那记得看吗不那日行千里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日行千里苏拉嘎的可可以的给啥的哭了那么好吧无的第二个买毛汤毛起你那不那买汤毛苗子起你那可可以的给啥毛吧无的只要有一条普通的高速公路就能办到你当然不那你 highway high speed 不那你没有 highway 蓝马的系列所以呢压把鼻的那么他说赢呢古代有哪些交通工具古代对车辆有限制吗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呢古代有没有高速公路呢古人出行会遇到什么困难好那个就是这个是转折点嘛老师说血浆里漏着嘛都要过渡了好被撒浆里呢把浆要撒表了嘞都要进来吧？那第二天嘛，所以，第二天嘛，所以第一天吧，那买汤猫咪说，可以念不出来，他可开了给啥么好不累的？第，闽南嘛就西边，所以呢，呀，闽南嘛就西来家呢，第二个买汤鸡可以念路亚的，他所以，古代有没有高速公路呢？哦。对古代有没有高速公路呢谢谢东啊有的还为了买的是那么修啦 OK 对那个啥多了嘛不能其实这个罗里的早在2000多年前农业的那帮那汤卓龙的秦朝就已经出现了秦止道俗的人特别拉给你的秦止道经过14个县县所以那时候可以是你可以我骗着多的全长700多公里那苏苏王是一个罗 kilometer 王昆尼亚就是吧对的是秦始皇的大将君谋那个字是田吧应该是君谋田对大将军不那大将军是读记某田兼修的读机械库给比如地上他了不那一条重要的军事要道是卖爷爷爷爷的蓝尼泊的好是秦始皇命令责备命令争论概括对的应该是命令没别的偏嘛不那秦始皇啊没别比如爱掉个机械比如跑路他了吧的按现在高速公路的库不那的还为蓝马基地也什么什么来计算厉害但多切亚美所以呢标准单位程序成分好答案是什么 Cookie 蓝马基地也厉害多切亚美所以呢我得怕亚嘞标准标准对的标准3030年代多切记没所以呢我的六条车道加上两边的应急车道和中间的绿化地带绿化带不能超蓝多蓝金
两边的被啊，那拍马嘎罗的应急车道的 emergency 蓝的蓝把门，啊，蓝马绿化带个，所以蓝这边蓝马老师表示办公办公没有帮到二楼没有的，啊，便利的塞车的把门，再宽也不超过三十米，啊，接近所以老马的三十米不，那三十米左右，米达东西我们就把不的，而禁止到最宽的地方竟达到了六十米。请指导个，阿里人啊，喏，接种你啊个，每台超水体要接的，最什么什么的地方也不少于二十米。阿罗接送你啊，让我妈背的，每台那塞车，接个不，喏，每台那塞车没内把屋的，把接送你啊嘞。最窄，最窄，对的，啊，接送你啊个嘞，每台那塞车没内把屋的，而且比如整条路。地两只窟窿啊，几乎没有大的弯道，沿过芝麻的贵里吧，有什么事物的，所以它堪称古代高速公路。大家们渡过跨过家吧嘞，先开也还为了马基属于跨家了不嘞。好，继续往后，著名诗人沈怡墨对古诗词很有讲研究的，那么就家嘞。隔壁是阿姐，阿里卢家婆，那的是隔壁三大的爸妈都养过你了。他曾经读了大量的名家诗词，读完了的，养过名家那的南美籍的也啊，把用隔壁的三流都拍谱的，并自创了折字南籍读书法。哎，阿里好过读啊，自创嘛，古巴大哥判你来的。哎呀吧嘞不嘛的，比如他读《红楼梦》时，读《红楼梦》拍的卡嘛，只要看到书中谁做了诗，阿里啥嘞嘛不呢不读啊，隔壁阿姨来的是，就随便注其中的一个字，随便的就是撇的六百不呢，二一贴个三龙的龙骨，盖住、裁住、抄住、拆住、抄住、抄住，姑嘛啦，姑抢嘛不。对吧？哎，所以你《红楼梦》呢嘛，不都把人隔壁的不出来，个都隔壁的啥的名也拍不完。《红楼梦》说啊，个是小说，哎天嘛来了，说隔壁的啥的爸妈外里，啊哎天嘛哎隔壁的啥的不出来，比说啊呢，哎隔壁的个，十龙的龙我估查没，哎他把了，考考自己，个个变美美的，应该是十龙的龙我呕他来嘛哩。盖住一个字，盖。哎你妈，你隔壁阿达波龙母哩，哎隔壁阿哩沙沙达哩的库，沙龙哩的龙母都碰他来没？碰不着，考考自己，个个变美美不？喏，是我的话，阿达输赢，该用什么字？在哪里嘛？路表面的沙龙都没，然后手里的给了六页四个字，隔壁阿哩七个字，隔壁阿哩输了个，对，德龙来德龙来嘛哩，这边那下一呢？哎，十龙啊，等多少没？而且随便放路没压不呢？苏家家人告诉人哦，二年嘛八天嘛嘞不？好，那五十八，与其是我，假如是我，除非是我，哪怕是我 ，OK？ 那我们填什么？假如是我，假如是我的。我写的话，这一路阿达也没说人呢，该用什么字？巴塞隆我东家没不，这样就相当于请教了曹雪芹啊，大家不？那曹雪芹就是写那个《红楼梦》的作家，《红楼梦》一的啥意思啊？不呢？哎，那把那就是哎里啥意思啊？这个请教不？那请教明年来的路呗，拜他为师，度过十二点来的路个，个人身上没，比如看见多疲惫嘛不呢？通过这种读书法的路上拍的米兰马的森啊，沈寅墨深入的掌握了名家作品，就是第那美籍那亚的国度啊，那那想想一国度几几年年国度亚多比，对该方法心存怀疑，还结识了不少书法家，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同时也提高了写作水平。好，五十九是什么？同时也提高了写作水平。对，这青年马背的啥意的，以前的啊，来的都得了阿波诺的。
沈一墨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拜师法，就罗密欧多么多的西亚的那尼兰内的多么多的西亚的那尼兰内，虚心学习，各个人才比较等有的，吸收各家之长的并且训练业务呢。不多啊，别尼阿玛多嘞，哎，对呀，多嘞，哈里乌多啊，吸收授予来的，在诗词什么什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后今嘛的奥秘木也是吧来的，诗词阶段、诗词规模、诗词领域、诗词类型，好，答案会是什么？诗词什么什么？隔壁阿里萨里说的应该是隔壁阿萨那边嘛，然后起码的奥秘木也是的吧？哎，好那边说了，诗词领域，对领域的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好的，可以来继续往后。这个是61，61级几枚？研究指出，李拉姆米亚亚破表塔拉嘎罗的一个人在经过2个小时的有氧运动后，有氧运动做的奥西金亚，但是你今天的话如果呢，阿个在六比多的看嘛的，创造力以及注意力集中的程度的 creative low 奶奶酸盐的，然后是阿用苏塞姆哈的个 degree 的个，会高于运动之前，阿个咱们 looking 啊的不免得了。因为有氧运动能促进脑内产生一种愉悦感，比如来说的奥西金压细胞的阿格萨里嘎的欧脑椎嘛，表皮母里个皮包子的，这种愉悦感能够让人释放压力，里表皮那细坎沙姆啊里能够释放压力，不是下里个释放给透露皮的，喏，减少负面情绪。负面说就是没讲那个，喏，的看啥目的，喏，没表现目的，说明目的，哎，看啥目的，谁请你的，要加多少钱的？也就是说，比我们说，如果你想在工作时创意不断，你要露露的看下一波，喏的，比我们的判定目的什么变，露出来所以呢，可以在工作前进行跑步，啊，露没露看嘛？你要比啦，骑车、摄影师啦。等有氧运动，你奥基金亚细胞的阿格萨里古嘞，楼顶那波侬嘞。好的，老师让说 A B C D 的嘛，背下慢了就要啊，来读一下 A B C D，这些老派背吧哦。跑步能治疗跑失步能治病乐失言，观的人乐更观的热人情，更热情，有有氧运动，虚氧运动，精转神人人指导，知道，有氧运言动有可提氧运升创动造可力。提升创造力。OK，好，那么答案是什么？一有氧运动一，可体现创造力。对，有氧运动，oxygen 氧气之类的，阿克扎嘎的可提升，面对是吧的，创造力，创造能耐目光，那 creation 能耐目光的面对是吧的。好的，来62。隋唐时期，隋唐天嘛不呢？朝廷会给每位官员发一个礼服。朝廷啊，朝廷所以的，比如我们嘞，南端啊不呢？每位官员来我，那时候的啊，把用亚细然亚细然有不呢？礼服所的哈里发吧的。好，什么是礼服呢？那么先它里面相当于官员的身份证。你官员也身份证的嘟嘟呗的，身份证怎么绑定不呢？你官员也没绑定的嘟嘟呗的，这是一种用木头或金属做成的小物件。底下个里的滴答，咱们摸一下，有带土呢，金属做了说带土表啦，带土呢露它的啊，必须得得里薄的，形状像鱼，都也绑成啊，鱼呢嘟在里的，分左右两片，白呀那拍那切不呢，快露牙的，持有人会随身带着其中一片，持有人。会随身带着其中一片，卤啊，不能一天个的切过，过那么挂上他们，用于证明自己的身份。过也是要耽误破表啦，不嘞就没报名，过那么挂上的路呗，不能。好的，来 A B C D 里拍几包。礼服都是渔夫新都是的，银。礼服是半圆形的，
其有与夫的人悠游兵权。与夫是唐朝官员的身份证。OK， 答案是什么？其与夫是唐朝官员的身份证。对，羽服是唐朝官员的身份证。羽服所在的我来谈起个里面某人的也没蹦点一呢。如果你做的梦伴随着各种情绪，这个路人你没得不呢，那是做梦着一慢慢的不呢，还是你没得一慢慢的伴随着各种情绪，情绪没有没有包围你的所以呢，那这就是有意义的梦，大概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所以那代表是的，哎嘛不的。这种梦的内容往往与我们醒着时未能解决的问题有关。但是没有哎嘛也张牙的噶不，那明天阿片所以，真的如醒着时奴他你的情嘛，未能解决的问题有关，那偏心哪一点，跌到哪里呢？不得三年你阿不孬的。这些问题进入到我们梦境中，离别的哪里个？这种路也哎嘛，太过重要了没？比如被再一次加工处理，哎，脑的筋，特别要把那加工所以，特别要撇心来没处理，撇心来没所以，把那啊加工所以我说，比如特别要楼上来加把那，哎你怎么说？哎哎嘛呢？不得比较，特别要身上来没，比较撇心来没所以呢，但特别没的。不会带给我们困扰或压力，但没见到弱的不能开开的不是压力不多，那带上喇叭舞的。好的，来 ABCD 的拍几包。多梦的人一般睡不好，梦的内容与现实无关，带情绪的梦是有意义的，梦是有意义的，做梦是缺乏资讯的表现。OK， 那所以第三排噶，把你背后边啦嘞。带情绪的梦是有意义的。带情绪的梦是有意义的。对的，情绪把嘞，把那哎嘛说了噶嘞，有意义的，这边是把嘞的。好的，来第六列拍几把哦，老师读一下。如今人类挺麻的，很多求职者不再去拥挤的招聘会场投递纸质简历，很多求职者，求职者属于楼下铺的读不呢？楼下铺的读多多咩咩嘎的，不再去拥挤的，那个招聘会场的，特别多少啊？顶多位么？你罗哇屋的，楼口的他那里嘛不？那多位比如投递纸质简历，投递说多比如贴嘛。这股呢，比如他的简历，简历说 CV 放不呢？比如咩？所以我的 CV 放我撇。这比如看见过一 CV form， 我哩公文里的，我那哎，楼口的他那里嘛，啊，点多位，比如特的楼的，楼多吧，有的，而是选择更方便快捷的方式，不比如身边的，小个你两个东南家里的，记水片吧，哎，小个你两把来说了，通过各类社交媒体刷工作啊。通过这卖的什么，那喵喵碰碰多 social media 里干的楼的刷吧来的。好，那么在心里面，完了说微博、微信等平台啊，微博是 blog 的，然后是微信，我呢的 WeChat， 我呢 LMU 啥系的，的平台里干的，哎 ，media 里干的，哎，信念里干的，成为求职和招聘信息的集散地啊，哎，你啊里干，我呢的 local 的信息的连接了的，我呢数据被他啦，就把说哎，你啊里嘛信里啊，我呢。有的人的说路里干的，也许刷刷朋友圈就能找到，也许是骗刚骗来的。故意的，因为是微信嘛，讲老师的 public 的吧，我们修的多，等于 friend only 呗，够等于见面，啊，所以等于见面点他的，所以地难了，啊，是个讲哎，故意刷刷朋友圈，刷所以不要么怎么 refresh load 到不嘞，所以查了，我那里没有啊，朋友圈的嘛呗 ，fresh load 一点那的，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够那点多的 logo， 下回来拿不嘞。好的 ，ABCD 列拍起吧哦。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完善的招聘广告不可靠，许多人不再用双头翻投递简历，更容易被录取录用，更容易被取录用。录用 ，OK， 答案是什么 ？C，
系许多人不再用传统方式求职。对，许多人不再用传统方式求职。啊OK， 路多多咩咩噶，不喏，有雅心啦，你啦，但楼下的楼的没楼多吧？唔的啊，对了 ，C 片嘛呢？好的，65，研究发现，你俩木咩呀？对是呀啦噶罗的，人们通过购买食物啊，路的呀不喏的食物不，这个食物啊就必须有不喏，会有比会有人你俩呢，获得幸福感更持久。谁签名目过亚细亚的不必要加息吧的因为物品在多次的使用过程中他比如来说 ABC 我那金牌名说东部你的钱嘛会使人产生更多的幸福感不不不不的谁签名目亚细的而看演出的体验式消费的演出我那的目标呢修为里把你记得啊他们体验式吧过啊我也不知道过六级级的三级级的所以阿鲁米阿鲁米给啥的嘛不能不想动来的啊仅仅会让人在体验过程中幸福感大增而且好弄你的钱嘛不要没说修为多级的记你的钱嘛他们过啊不能你我漏掉哈利不能哎留多不漏级级的弄你的钱里嘛呗过一样我谁签名谁签打多不能幸福感大增一样我的红多面的多的体验结束后体验比多的卡嘛的这种感受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很快就会消失那就看到这个那里面装那边不要过多吧的好的来啦所以 ABCD 的这老派几吧哦消费者对看重商品的价格嗯对的食物消费的标准呢这个必须未来的所以为东西目目标目标下来谁看上标准目标那谁前面目看上这个持续更久我比如加水做提醒你吧哎的好66西安观音寺内有一棵千年银杏树啊西安嘛是你的哎的观音寺天嘛观音寺天嘛有一棵不有一棵在那边这边千年银杏树啊，那帮苗族家里的啊，那些拉苗不那在些里的银杏树边这边是吧？哎的，好，我给大家看一下银杏树，银杏树在里边，我也不知道苗文怎么说，你妈留不留标那么低，给大家看一下，留没留？它本来是绿绿的，端着古瓦的绿森森里的，但是到秋天的时候，它会变成黄色，瓦样里的变多的，这个树叫做银杏树。Okay, 好的那么如果是整条街都是银杏树的话那么到秋天的时候那个地方肯定很美很美很多人会来观赏会来看的好他把银杏树系列吧呢那帮烫起你的单烫起你的银杏树这边系列的据传啊传说的传说在这边就是说啥问题嘛赢嘛他不能掉不掉掉不掉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标价拉来的标价拉嘎肉不能这棵银杏树是当年李世民亲手种的啊哎荣啊李世民固然赛标给李世民说唐朝的一个皇帝应该是唐朝的怎么说在唐朝有很多皇帝对吧唐帝嘛不一定苗一波宝了唐朝是唐朝是可以说是中国怎么说很繁荣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中国像现在的那个美国那样啊就是怎么说很多外国人来到那边留学很多外国年轻人包括西方国家的人啊当时来了很多日本人韩国人所以就是他们的文字中有汉字爱讲的都是阿克亚一点嘛，都是傻逼一点嘛，丢啥的，信你去那个，阿拉讲不。然后他把哎阿尊哎去，那唐代嘛，哪啦不能？阿尊哎唐代嘛，李世民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哎呀，我多的不认得吧不？都果然晒开了阿的。
距今迪尼迪城的水诺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那帮的汤里亚卓老西比波诺的，目前它已被列入国家古树名录保护名录。也可以慢慢的读啊，不能的那样咯。气候变的，各国的那美的古温暖吧比的。到了秋天，三五个要比树荫，这棵银杏树下，这棵银杏树下满是黄叶啊，哇呀，约的比那薄的，像金黄色的地毯铺在地上一样，金黄色的，的水洼阳，过着一面面不嘛看它都白的，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去欣赏，吸引水上嘛的众多游客，有人不能去到爱的里这种面面古面几古，哎，都是有多比较欣赏树杂不的，吸引水上的人不能的。好的，来 A B C D 里的小老派几把哦。观影寺对游客开放，影视寺游客适合参观观赏。那棵影视树千年古树，可以影视树的果实可以治病。影视树的果实可以治病。嗯，观音寺啊，对不起，老师，答案是什么？直接说一下答案。那棵银杏树是千年古树。嗯，对的，那棵银杏树个啊嘞，千年古树，那帮唐琴你也喜欢比你薄嘞。好，67，弹钢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思维的方式。边路地震啊嘞，严格讲嘞，对考古历经的力量薄嘞，因为弹钢啊钢琴作品的乐谱很复杂，巴比路来说的边路也不能。对呀，作品的类呀，表现那边的的千里耶乐谱的呀，对呀 ，note 呀，也我手推的。想要看懂这些乐谱，的乐谱的我哪来进来所以呢？的需要有较强的记忆力，这种起码的较强，这种秒表的慢点的路啊的分析，分析所以就是 analyze load 也和逻辑判断能力的 logic 往那里判断。东大南的孙阿里，路阿达波诺的，所以学习弹钢琴对人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他讲不如的边路的点哪个的路也，身体哟、心、四百三幺加马朋友不一转，英国著名吧的。好 ，A B C D 来拍吧哦。水琴贵在天齐。钢琴的乐谱很好听，弹钢琴有助于锻炼思维。音乐是人类的第二种语言。音乐是人类的第二种语言。嗯，好的，答案是什么？弹钢琴有助于锻炼思维。对，弹钢琴有助于锻炼思维。弹钢琴经啊的。思维吧，对考古理解的卡在人套板皮系列的。好的，68，现在很多电子图书电子地图不仅能显示平面地图啊，酷吧？那电子地图的 electronic map 呢？不，那是 Google Map 都把 map 那Nav Map 都把 map 没有录下来电子地图的不 ？electronic map 呢？个的不仅能显示。显示着破遍来呢，平面地图平面做了做独立有边，但积累单的没崩崩在没有崩呢，破遍来有那么讲，还可以显示破遍来的立体的街景图，就是 3D effect 吧，那难的有来的表达来那波的。那么他说以这些街景图片是怎么来的呢？你街景图片里啊，不论你都是压哪家哪里的。其实这个说，采集这些街景图片数据的人，你街景图片也跟个那里个，那就要搞点独立个的，就是神秘的街景工程师。哎呀，个神秘的多嘞，你街景的蓝的啦，不那蓝修建的呢，不得的 ，engineer 的不的，他们常年在外工作，对吧？常年是。谁把他变成了？说了，长爪捏那里，等那龙捏了没？表情呢？你谁拉面啊？
变马尾都里露露家的，从繁华的城市到深山密林，沿过多的朋友那边，老板的苗级别级的干的，我到欧地的地方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足迹都在七亚里干，几乎踏遍了南北多巴的，可怕几页。角落说就是汤包，然后汤包中，可怕几页你亚人有多七亚的变难的，好的。好 ，A B C D 里拍包。电子地图路线不准确，接近工程师为记录旅游路线。中国的电子地图中提供水晶图。接近工程师负责收集图片数据。嗯，好的，答案是什么？接近工程师负责收集图片数据。嗯，接近工程师负责，对，接近工程师的大问有必要不呢？收集图片数据的工业数据，跟个哪里个多大问有必要告白的不呢？好，下一个，水汽和大气运动会使云发生各种变化的水汽在的一的雷柱连马些阴谋阴谋的那的雷柱一不能运动漏下木嘎会使云流流云在对流屁在那里发生各种变化没有碰碰到变来木流屁波在那里并且比如对各种天气的产生啊的喵喵碰碰多压的乌鲁也皮薄木对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烟烟果几把的看看哪里把问哪个就是女木桑木那是比方说春夏秋冬两类木对那个烟烟果一季的的人们虽然看不见水汽和大气运动水汽的大气的月下你老乌鲁对哪里那边却可以看到云的变化电叶标类木果的对哪里的并根据其形状、厚薄、颜色、移速等变化，比如根据说，哎呀，起出来个毒液，毒出来个电液，嘣的嘞，厚薄粗啊吧，颜色样对，移速越下你的把那速度，把那 speed， 哎呀，啥系列标类木的一样，总结出了许多总结说 conclusion 说了，把那秒变了的，看云识天气。第一年有几笔了压的乌鲁古地奶奶所的经验对中的压了了不过的好 ABCD 来拍拍哦云泉后的地区温差大空气质量会影响气候变化人能根据人能的变化判断天气要总结每年气候灾害的经验嗯，好，那么答案是什么？人能根据云的变化判断天气。嗯哼，对的，人能根据云的变化，电叶标类木哎呀，判断天气。亚的乌鲁古东的奶妈哎的，好，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尊啊。第三年在批的中国尊属的少乌嘎的，位于北京市北京庙业。那个中央商务区的中央商务区的哎你提到库表了不能中央商务区也的那个一幢超高层建筑就是一幢建筑是了第不用了萨乌的库表呢超高农民烟果面麻的萨乌博的他面萨乌鸡巴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尊这个建筑。嗯，就是这个，这里，好，这个是中国尊，好，就是萨乌的库伯呢，哎，萨乌也南美噶中国尊，可以呢？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一下，因其形似中国古代酒器尊而得名，因所大家目录吧，而其形式杜也蹦的难噶。中国古代的右眼写起不呢写起个的尊属的那个古代酒器酒压的不呢酒业酒铁的
lu biao mle pisi lu biao ma bo no zun so le ha ga ni de de mi de mi so name ya shi la da ba de hao na ma wo ma lai kan yi xia zhong guo gu dai de zun hao de lu bong zan ne du lu bo no de lu zun so le bong zan ne du lu ba de hao a ri sa wu a a jiao mlo de a ri name wo ya shi la da ba de中国尊预计于2018年全面完工。比中国尊所谓啥物啊？不能读。预计吧，就得慢啥他嘞？那唱是时空的嘛，所以呢，龙华冰庙多没建成后，第少笔记多来看嘛嘞。将集办公、会议、观光以及多种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阿拉没有不能的 service 的，咪还老贵难的。把 service 的来说，因集办公不，阿龙。用得了呀嘞，不，你嘛用安尼系列咩？会议、会议干的把咩？比如观光税，就是修建的记录呀嘞，你呀的把嘞咩的，并成为北京第一高楼。北京嘛，那不的，民众少无疲劳把嘞咩的。好，第三大呀，所以 A、B、C 的背下来拍几包。中国军已经完工，中国军在北京，中国军的最高层是饭店，中国军是亚洲最高的楼。嗯，答案是什么？中国军在北京，中国军在。对中国尊，昨天上午噶在北京市区，北京嘛的是也去办的嘞。好的，可以了，哑巴比，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明天再继续了，大家再见。再见，老师。